班长，班长，你们四个人挤这一间，会不会太挤啊？不会。班长，帮你们换大一点包厢好不好啊？谢谢班长，出来。 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们四个，在厕所里面干什么？报班长，上厕所。上厕所？你们四个男生挤在一间厕所里面上厕所，你们是变态吧？为什么你们这间包厢上面那么多烟呢？报告，不知道，可能电线着火。厕所里面，哪来的电线？啊！ 靶场上面的烟飘下来了。啊！靶场上面的烟飘下来，你骗谁啊？说谎也不打草稿。报班长，没有烟头，我们找过了。 哦，你们也知道我在找烟蒂啊，所以你们把它丢到马桶里面冲掉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了，班长，你有听到冲马桶的声音吗？对，我是没有听到冲水的声音，可是这个奇怪了，你们四个说你们在这厕所里上厕所，可是没有排泄物，也没有冲水声，所以你们把排泄物吃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夫。 你干嘛？还舍不得吞下去啊？包班长，他还在便秘啊！便秘，便秘又怎么样？便秘是我的专利，便秘就不能讲话了吗？大虎，我跟你说完，你可以没有回答是不是？嗯。怎么了？大虎。 你们四个，军中有明文规定，室内不准吸烟。想要吸是不是？班长放福利给你们，到外面吸。谢班长，谢班长。你们四个，班长现在放福利给你们，请你们喝饮料，一人一罐，自己拿。谢班长，不要抢嘛，一人一罐啊。 等一下，在喝饮料之前呢，还是要机会教育一下啊。大官的，嘉宾号。你们四个面对我成一个班，开始动作。各位，班长啊，把你们当成朋友，好好跟你们沟通一下。来来来，世界卫生组织有统计，每6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烟害。 还想来一根吗？你们看这边，你们还有几年可以活啊？啊？吸烟有害健康，会影响性功能。你们那么年轻，都还没结婚，想想你们的未来，想想你们往后的幸福啊！啊？报告班长，在戒烟之前，可以让我们吸最后一口吗？ 这么想吸啊？嗯嗯。好吧。吸啊！你们四个听口令，制可乐。好，上前2步，走。 向后，这。既然你那么想吸，那我也没办法。福利停证，预备。嗯？什么？喂呀！嗯嗯嗯
虎啊，想想你的阿嬷啊。啊，李大头，想想你的结巴啊。不要，想想你部落的公主啊。陈天斌，你们四个听口令，一下二上，下去的时候记得努力的吸，用力的吸，谁要是最后一个喝完，谁就倒霉了。用力吸啊，干什么干什么？二，我要是看到谁再喷出来，谁就倒霉了。可乐还剩这么多，时间很多是不是？不用上课是不是？再给你一分钟，全部给我喝完，话说完，还有十秒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丫头，再来一瓶 ，Lucky。丫头，你不要给我装死哦。馆长，喝不下了，喝不下了。你们还要不要偷抽烟？不要。要不要戒烟？要。听口令，请。莫名其妙，带着你的垃圾，待会寝室着装完毕，连接场集合，了不了解？了解，了解，了解。扫息车开始动作，扫息。快点啊，干什么？